你哪回家啊？我想说先把这个工厂名单还有报价单先处理好再吃啊。哦。李佳。李佳佳。李佳，你要不要回来啊？我一个人吃吼，有点无聊啦。无聊？啊，跟我这回家就较有聊哦。当然啦，两个人吃可以顺便聊聊天，总比一个人吃有趣啊。哦，所以是随便跟谁吃都可以喽？也不是啦，如果是跟讨厌的人，我也不会想要跟他一起吃饭。讨厌的人，阿丽，有什么讨厌的人吗？无啦，那个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啦。你有什么需要对我问的吗？我，你今仔日去找董事长，伊敢有讲啥？啊，是可以当讲啥啦？啊，唔就是讲遐个 time is money 啊，啊，工厂有没有联系啊？啊，香蕉森林产量有没有稳定啊？啊，还无什么重要的代志嘛？迄嘛是足重要嘞。我们算是多开一条生产线。哎呦，嘿吼，就是每一间公司、每一个部门、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。那是有问题吼，这公司炸裂的啊嘛？不是啦，我们本来只有负责 marketing 的部分，啊，现在就有 production。这样 suppose 是比较费心一点的。反正有你在呀、啊，我相信你。哎，好了啦，那卖讲这啦，来放松一下，听个音乐啦哈。啊、哦，一边哦要做长盛的 CEO， 一边要忙七夕，真正是有够忝的。啊，还是说七夕先找人暂代啊？还是说你来坐我的位啊？我敢袂使啊！会使啦，快点，都要冷掉了。怎么要冷掉了啊？我是说这一桌好菜啦，动作吼是我的心意，动作庆功宴哈。啊，这么多怎么吃得完啊？不用全部吃完啊，干妈家里爱吃爱的喝啊。啊，看起来都很好吃哎，一下子也不知道选哪一个哈。嗯，无你先吃这个啦。银包的糖醋鱼片哦，糖醋酱哦，麦当劳的港款好吃哦。来，啊啊，讲真的啦，你哪会收到那个 proposal 啊？我刚刚吼，你真的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男人呐、啊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是因为吼，你在发表会上跟我说董事长事情，才想到。嘴下滴。是去有糖醋酱滴的哦。无啦，我讲用实在话啊。啊，你真正逐工都变变去了。哎呦，这无彩的呢。啊啊啊！怎么了吗？啊，刚刚那个鱼是。深海鱼片吼，感觉很深嘞。很深，立马夹起来。深海鱼片就比较绵呐、啊。哎呦喂呀、啊，天公伯 ，Mark， 你实在有智慧，夹料丢在肉很绵，撕料丢在酱很甜。有一款爱情合作执行链，就是讲我这款的美女有品味。想要甲你这款的，哦嘿哦嘿。头家，你是咧讲啥话？我吃看卖这个手绢。你看这个手绢内底，芦笋就是你的心内话。一支菜你吃，当我吃落，好吃好吃，好多美奶滋。好吃好吃，太太好多吃。哦嘿哦嘿，我就甲你讲详细，我就是甲伊姐姐 ，I just wanna say。好吃好吃，好多美奶滋。好深好深，亲吻你的唇，快张开你的嘴。哦嘿哦嘿，再不管你是谁。哦嘿哦嘿，哦嘿。